小心小心。就是安德山啦，那是。明白啊。我打两个。没事啊。那是乱打的，他就要打布娃娃，布娃娃就好了，不打打了两个，打不惯。那个打一打一个花子啊。无想的，行出去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
吃。他说有一个敲窑堂的。你换车，只是我先交换车啊。这是我哈。叫什么树吗？哎呀，不知道。这是我一度的。三千口，不要。快要来。啊，不要。好，干净干净。
进不去了。后面的阿姨是不是？人家说了都有三个怎么样的，一个是他有，我看到正门红色的那个。找到我了，给你们拍照嘞！导演给你们拍照。这座山不是纯天然的，这座是人造的。当年呢，风水我们这边建房子的时候是风水，风水先生跟我们楼主说了，房前要有一座山，叫做笔架山，世世代代出大官。我们楼主请楼里面出名，小刘，用黏土填了三年，人造一座笔架山。小刘，那这座山底下有人爬楼。扩音器关掉啊，不能用扩音器讲解。能得这个？啊。六。来进来吧，来等一会儿上来哈，先上来，等一个冲进来。我爱看，应该冲来吧，跌倒不会惨的。我们五个。沼泽地就跳外，看黑暗出来了。在沼泽地盖房子，他厉害。酒团的跟我来啊，酒团。
坛的，柳坛的。什么坛？哎，下面都有。你在哪里呀？柳坛，柳坛。还是米生，这个水井是我们土壤里面居民的主要饮用水。这里的是米生，里面有养鱼、养鱼啊。这个现在还有人。这边过来，来，来八团的朋友，这边来。一毛钱一个。来八团的朋友。这边其他五个玩意出来哟、哦、出来哟、哦、女生是乳白色的，女生是铜锈色的，女生整个水晶的水全部黑掉。那有时候呢又会清澈一点啊、跟杨姐一样清澈见底。这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是个未解之谜。那这个水井这么脏，肯定是既不吃又不用。为什么还打这个水井呢？当时也是为了迎合这个和未来的地理洪水中间的需要所打的。两个水井叫做阴阳八卦井啊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土壤啊，也是土壤里面都有水井。为什么呢？土水就是代表有财。还有一个就是姐姐饮用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土壤啊。最大的隐患是什么？就是消防问题。如果万一土壤有着火的话，没土壤里面有水井的话，我们这是几个方面。好，那我们看完了出来，因为咱们也有个水井啊，看完我们就来出去了啊。后面的话呢，可以来那个来，好了，我们就往外走来吧。请欣赏。
韩国还多少？韩国。是，这木板的老楼，老式。玩具先给我，玩具先给我，玩具先给我。